好了，那欢迎所有我们中国的贵宾们来到韩国，大家好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大概利用一个小时多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我们皮肤啊，为什么韩国女生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皮肤很美。我不是说五官呢，五官其实是我们中国人五官特别漂亮，但是呢，皮肤很美，他们怎么样去保养呢？所以呢，现在的话，我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一下皮肤在每个年龄段需要一些保养品啊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前面准备一下好吗？都有一些发箍。这个呢，我们把头发最好拢起来，避免你的产品接触到头发上边啊。然后呢，如果有化妆的人呢，想要卸妆，因为等一下试产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想要卸妆的，可举手，我给大家发一个卸妆纸巾啊。好。好了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先看一下我们每个人呢、正常的皮肤的纹理，健康性的皮肤纹理在哪里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先生，我们这里边不许录像，不太好意思。